欢迎收看。怎样？卤蛋当家。啊，新的一年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好的，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来到了2月14号。嗯哼，爽没？嗯，没有。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中间的负能量大哥吧。为什么他？为什么我是？对啊，为什么你一出现感觉好像就弥漫着吧？弥漫着一股不应该出现的。不是妹子你就不爽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妹子也是差不多的心情吧。不是找个妹子。好，我们今天欢迎廖哥，突然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跑到了我们的节目来。就我们企划大哥，真的企划大哥到底莫名其妙，可能没梗了吧。八个男的，进入了六哥群了，八男的，真的跟你那个时候一样好像越来越有这样的。可能那个性向有点不一样，真的，所以才会觉得可能会想要摸一下大男之类的。你是很冷是不是？为什么就你穿这么厚的外套？脱一下。不是啊，今天好好的情人节，你不去过情人节，你在这。对啊，就没办法、啊。还是你的负能量散出，就是因为你没有情人了，所以只好。你在诅咒人家。虽然说我来这边也是蛮干的，真的来这边有没有感受到当年的不一样的气息？有吗？我觉得差不多啊。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差不多，是差不多啊。差不多什么东西讲清楚。差不多成长的很棒。OK。对。哎呦，转的不错哦。差不多。是我们2月10号。非常厉害。我们廖哥今天来了，然后他想要让我们聊个什么东西，结果刚刚梗全部破完了，我看就是没有搞头了。什么？慢慢来呗。好，那我们在场的两位有男朋友吗？没有。两位有伴侣吗？你怎么不天天问你自己啊？哇，我没有啊，我真可惜，我也没有哎、欸，我也是刚好没有、啊，不好意思，刚好没有，大家都没有男朋友、啊。在座大家大家应该都没有男朋友、啊，对啊，我好，好，那在座各位哪些人有女朋友呢？来，没有女朋友举个手吧。哎，举手啊，再会吗？应征应。现在不是要变成麦考贝联谊节目吗？真的，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说，今天不是14号说要来办个什么？妈的，结果来的是这个，真的，我们找他来联谊，那你要去怪那个啊？我们本来要帮我自己联谊的，我们那时候还讲的，他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前一天，对啊，结果前一天说在看是你，他怎么样？他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什么东西，我也觉得，你也觉得对。妈的，你当初也是妈脸书团，脸书吗？脸书团，脸书团是什么东西？脸书。脸丝粉丝团，脸丝粉丝团，真的下午一开，哎呦，怎么是廖哥？对啊，哎呦，力真的有期待一下，会是新的妹子来吗？没有，其实那如果真的来一个新的妹子，是你知道，对，特别找来是说要跟你有一点比较多交集的，或者进一步的关系的，你会 OK 吗？要看是谁啊？要看是谁？干，你还选呢？有人要还不错了，我怕人家对我不可以嘛，就是不是就是因为。特别征召来的？没有啊，你要找那个是第一次来的，或者是他已经来很多次的那个？对啊，是哪一种啊？都可以，都可以吗？对啊，你就会觉得 OK 吗？真的特别帮你弄了一个联谊节目，你会不会在旁边都不讲话呢？不好说，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不讲话。真的，我觉得与其浪费那个预算，你要先吃了，要先给我一个心理建设。算了，你知道是谁是有差吗？对啊，所以来了阿廖其实还蛮开心的嘛。他也不会啊，他也不会不讲话啊。我看他现在讲很多话、欸，那是因为现在，那是因为现在。他见到其他新的，你说新的，对，他不会讲话。然后女生的话，他又更不敢讲话了。那以后多发一点女生了，他就可以多当一点新对象，真的就可以这样，对不对？一天到晚现在你看现在他妈讲话讲那么多话，现在随便讲话，跟本身妹子好累哦，对不对？而且你跟妹子讲太多。一不小心就被挤了，只是现在的时候有什么危险？我是觉得没有这么夸张，厉害吧？现在就是危险啊！要挤早就你早就被挤完了，真的被挤这么严重，我开门大吉耶！好，情人节又怎么过？平常呢，大部分情人节怎么过？先从游戏开始好了，我看你也是有过，不如来分享一下你的情人节都怎么过？对，我是有过，有啊，没有，其实所谓的过就是2月14号这天在干什么而已啦。不如来分享一下你2月14号通常做了些什么。某某啊，没有啦，就是开开实况啊，你的手看看影片啊，你的手蛮猥亵的，真的开实况看影片，手又这样动，跟女朋友过是吧？你的手跟女朋友过，很平常的一天啊，一切都说得通了，跟女朋友一起看影片嘛，我懂，不愧是没有的，阿廖哥嘞，
看你今天特别跑来这边，好像也没有特别在过什么了，往年呢。啊，你也知道那个，老妹了也没什么好过的，老妹了是也是啊，就是都已经这么久了，对不对？好像 你也觉得你，那你怎么过？你说，不是啊，一个一个过了啊，我怎么会聊啊？其实就是一样嘛，就吃个什么以前啦、啊，以前我说以前，我说以前，我说早期的时候，早期可能就比较、比较精心准备啊，比如说会送一个什么什么惊喜的啊，就是说。弄一个 LED 啊，上面比如说什么、什么谁爱谁啊什么等等，或者是去王品啊等等之类的啊，对对，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嘛。这是网络上看，你真的搞过什么 LED 这些东西？哎，我真的搞过，不是啊，那个东西并不是非常困难啊，反正就是你知道弄个小东西吃个饭。对啊，你也知道，你肯定就没用过 LED 啊，就你肯定就没用过、啊，其实就好骗，你知道吗？真的好骗，骗到就简单了吗？真的、啊，你随便弄个弄点东西，心花怒放了。对啊，什么随便弄点小东西，他就爽翻天，真的就嗨到高潮，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我是原地自转哎、欸、是不是？那我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脸成尴尬的叶子怎么过的？来分享一下了吧。就没什么特别的，一样啊，在家。那你幻想之中呢？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一个男朋友的话，你希望怎么过？真的有个男朋友的话， 怎么过？你会希望怎么过？可因为是幻想，你可以非常不切实际，你可以飞到北极看流星。哎、欸，好像挺不错的。没有没有，我已经讲了，你不能跟我一样，你要自己想象一个。去日本泡温泉之类的吧。哦、去日本看这个好像反而太实际了一点。太实际，你、哎、并不是这么不可能的事情。不然上外太空看流星，就是要想一点实际的东西，不是吗？上外太空看流星。没有没有，就因为跟刚刚幻想比起来，好像有点太实际、啊，所以你会想要去日本泡个温泉就算了。这样就算了吗？这样也敢去日本也很花钱吧？对啊，这样是很花钱了吧？去日本过一个情人节，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讲得多、就是。可是我不喜欢男生就是搞一堆有的没的，自以为很浪漫的套数。那如果他其实实际上不是他自以为很浪漫，而是妈真的还蛮浪漫的呢？但是这个他妈，那你这个蛮主观的，你举一个比较浪漫的例子，自以为很浪漫，比方说。比方说他找了很多人嘛，然后演一出戏还是干嘛的，那还蛮，然后你可能觉得不怎么样，然后他觉得很浪漫，这个叫自以为很浪漫，对对 对, 對。那实际上很浪漫，大家心中的尺不一样吧？对、啊。比方说他就弄什么要真的包个场啊，弄个什么烛光晚餐啊，或者是自己做个什么卡片之类的比较细心的事情的話。我觉得自己做卡片，自己弄一个东西出来还蛮不错的。好。可是如果只是单纯花钱去搞一个很大的排场，我觉得那就算了。哦，所以说实际上很浪漫，你 OK 吗 ？OK 了。那自以为浪漫你就不行。自以为浪漫不行。哇，好难掌握你哦。自以为浪漫不行，难怪你都没有男朋友。OK 好，哎、欸，这些极大找我来干嘛？没有啊，就是你知道，在众多男性之中，总是要有一点异性来万绿丛中一点润饰一下话题，不然推共推共。所以是阿廖是之前是真的。LED 灯是就是排他的名字，然后写 I love you 之类的那种吗？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还送花那种？不用送花了，不用送花，我觉得有点老气，不止老气，还没有意义。花你不觉得很香吗 ？LED 就有意义吗 ？LED 每个都拆掉就好啊！你花种在那边三天就死了，跟你爱情？对啊，对不对？三天就凋零了。LED 还可以拆掉换电池，是不是？你了不起，把他那个烙铁焊掉，再重新别一个别的东西，到时候分手的时候，哎，弄个你去把它拆掉，换了另外一个名字，是不是？对，好赚，你花可以干嘛？五天就死光了，明年还可以再用。你花可以送了以后，他死光了以后，你们分手的时候送那个死光的花给他更有意义啊！死光的就丢很臭，就跟我们的爱情一样。我要不送你他，干嘛还要送一个死掉的花？那不然死掉我就送他比较好，嘲讽他一下。真的、欸，如果真的分了就分了，还送对啊？还要我浪费那么多心力干嘛？妈的，恐怖情人，好可怕！自以为幽默，也是被。那 LED 也是花钱就好的嘛。那好像也对啦，其实那你说花也是花钱就好啦。对啊，你不是说你自己种吧？又不是自己种，你自己种，你自己跟三年，自己种跟三年哦。前年他等我一下，我花还没开，花还没开，还要自己拍摄影片那种，真的说死影片，前三年后快转，就哇，终于长成一个美丽的花了，长成一棵大树了，差不多。这样很有，哎，这样很有心呐，这样很有心，有心个屁啊！我怎么知道三年后有没有女朋友啊？先种好嘛，到底是有心有屁啊？先种好啊，
看，例如我现在种一颗，然后未来交女朋友说，你看，这是我种了多年的，我现在就今天为了你把它摘起来。他如果三年前种一颗，现在拿钱吃啊，都要变神木了。我是女生就会感动，好不好？我真的很感动啊。才不会，你应该觉得你还没认识我，就会先做那个先种。你想看你自己种了三年，然后你对他有感情，然后今天为了一个女生，你爱到就是可以把他三年的话卡掉了。那我送我 R20 也可以啊。我三年想。三年了，我今天想说，我跟你交往了，不需要用了三年，我把它给剪掉了，有点感情嘛，把它剪破一个洞，你又没用了。键盘、滑鼠、电脑用久也多少会有感情嘛？替换品哦，哪是啊？你是不是不重视物质啊？可恶，不重视物质是怎样？好，差不多，大家的情人节就都是这个样子了。不是啊，你嘞？我的话就跟廖哥差不多啊，有你实际上有伴侣之后的反应都一样啊。时间到了吃个饭，了不起送点东西没了。今年那一开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特别去，你知道前几天定位啊，选一个他妈离自己家20公里的地方吃饭啊之类的。20公里，20公里，高雄跑到嘉义，他妈几个里程数是不是？多好吃！我住屏东跑到台南吃之类的，越远越好吃。没有，就是比较不一样了。就是你会花心思去准备，所谓花心思也就是多打电话去预约而已啦。多花点钱，记得上联盟。就是早期的时候会啊，前节礼物啊，送过什么？送一些垃圾啊，垃圾现在觉得是垃圾是不是。对，项链、戒指，就是那种那个年代，因为我那个年代没有钱。你以为我现在很有钱，早上就很有钱吗？所以你现在送车是不是？对，早上就没有，我就自己去那个干妈店看个20块的，老板，我自己煮。明天送地契了、啊，没有，就是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冰棒棍啊，削得很小，然后可以自己插进去那种小车来送的。哦，地契也可以自己洗。这是我自己煮的哦。帅啊！太瞎了吧，还可以撸哦。一听就在好小。我早些就没有钱花。怎么很像三岁的、那個？他妈在骗小孩子，小学生在交女朋友的样子，是不是在骗小孩子啊？没有办法，童心未泯啊，好爽 啊！所以你今天就没有特别出去吃饭？中午、前几天去吃过，本来今天中午想要爬起来去吃夏目里，爬不起来嘛。这是一回事，二来是没有位置了，没位置，他没有先预约啊，因为线上预约的都没了，然后要的话，我就去现场排，或者要机会去想想。中午可是中午应该不难定吧？感觉上是，可是线上预约全满啊，就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就懒得现场去了，就懒得打电话了嘛，对不对？吃别的啊，所以我就去吃家附近的扁食。扁食就是馄饨，那吃个馄饨，吃个馄饨香啊！情人节午餐都吃馄饨，等级已经从虾米掉到那个食堂了，等级掉很多，差好多，5公里左右的虾米变成5公尺左右吧，明年应该只要蛋花汤了。对，5公里变5公尺啊，好爽！没有，好像没有，这应该有50公尺，我觉得也是蛮有心的。然后再送用纸卷的那个戒指，明年大概就剩下那个，楼下便利商店挑一点，没有，那时候还太。远，昨天买的泡面还没用。5公分，越来越懒呢。我昨天晚上吃的科学面的酱料包里面还有一点味道，我就说这个。对啊，所以你知道没有？就是因为你长期交往下来，每一天过就是那样子啊，想吃什么就去吃啊。你在特定时间去吃的东西，有时候更贵。对啊，是比较麻烦，我也不会，就是节庆餐厅会比较推那种特殊套餐，然后套餐人又多，哎呦，有时候又比较贵，何必？所以就做这个样子。好，我们幻想结束了。我看一下，现代人真幸福。以前卤蛇在家真的只能一个人卤，现在可以看实况或开实况跟观众一起过。哦，这样有比较好吗？这样算有比较好。跟观众一起过是怎么样的观众一起过法？你说一起过情人节，大家在网络上面大家一起互相安慰一边哭吗？我今天也没有女朋友，自己一个人在家，哈哈，好险我也不是一个人这样子。真的，原来我们都不是一个人，我们都还有实况可以看，是这样子的意思吗？讲说怎么有个妹子穿个什么，现在不是很流行穿个旗袍之类的，说我今天是大家女朋友之类开台、之类的，以前有了，现在也有啊，很多啊，什么？想不到你现在也变负能面人这样子啊？干嘛这样？我觉得真的，那单身久了多少啊？多少啊？有点痛心，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接续这个话题。继续。总而言之，就是你知道，因为反正情人节的时候嘛，还有一些游戏会促销活动啊，很多手游上面也都会有情人节促销。对啊，情人节活动啊，平常卖你500块的东西，现在卖你50块啊，屁啦，有吗？拼屯有吗？没有，手机游戏上面都会有这种鬼东西。没有啊，拼屯有吗？拼屯我没有去注意，应该出特别的，可能有吧。
那你现在也没在玩了吧？我就早上的时候开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没有就关了。那就没有没。没有，我所谓新的是看它的关卡，还有一个 new 就会闪，然后如果没有那个在闪，我就直接把关了。连体力都不想刷，那我才没有嘛。体力太多，体力永远都是满的。想到才把它打掉，其他的话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嘛。大家现在有手机游戏了，线上游戏也有嘛。有一些单机游戏有更新哦，喜人节的那个更新 skin 少吧。比方说比较少啦，可是还是会有，所以现在大家打电动就好了，好不好？有女朋友到底可以干嘛呢？如果今天聊自己你有女朋友，你会想干嘛？什么都干啊。想一想，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那今天。叶子，你有男朋友了，你会想干嘛？在家飞一整天嘛？哎，好像跟平时差不多，是不是？所以你看，你实际上有男朋友跟有女朋友，跟你现在在家里面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模一样？稍微有点不同，我是觉得有两个人的差别，就是一个人只要99块，两个人要198的意思。差不多差了99块而已啦，多加钱是不是？真的，我去买麦当劳的时候，我可以只买一个人，不用买两个人。嗯。可是你知道，就是像这样子，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买两份来吃；但是有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只买一份来吃了，是不是一个人比较好？不会吧？不会吧？还好吧？你去吃吃到饱，或者在自助餐，一个人还不太能吃哎、欸。一个人还要加开锅费啊？谁说的？我就是要一个人吃啊！不好意思，别加去差吗？去别加，去别加了，不好意思。你多了一个人，身材也不是一样这样。对啊，所以根本就没差啊！而且你看，像自助餐什么吃到饱之类的东西，你他进去也是算人头啊！你一个人吃跟两个人吃，没有，哎、欸，有差哦。没有啦，有些是不一样、啊。交往后应该都会胖吧？啊、你交往后有变胖吗？嗯，有变胖吧。有交往后通常会变比较胖。对啊，好像是哦、嗯，因为会一来懒得维持啊，并不完全是因为女方会胃胖、嗯，而是会觉得好像也没差了。没差，对、哦，就是你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身材、异性去让自己很怎么样之类的。不过现在你知道，现在变公众人物真的很麻烦，所以只好。你有差吗？我在运动，你在运动，你在运动啊。你身为公正人物，公正人物是不是啊？以后大家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去啊！恭喜恭喜恭喜！公正人物是吧？帮我公正。对，我说公众人物好像也不需要特别维持身材、啊。我自己会有一点想法。你看你的肚子，你讲这种话、啊，我肚子已经瘦3公斤啊！你再他妈哭，我就肚子撞死你！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不简单。到时候你知道了。好，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有没有理想中的情人节方式呢？理想中哦，理想刚交往的时候会有啦，就是会觉得啊，情人节应该要如何如何美妙的幻想。对对对对，实际上都是不切实际，浪费钱又累。可是我现在情人节那么多，就不止二月。对啊，三月十四又来一次，七夕又来一次，还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狗屁节跟我说情人节？一大堆啊，对啊，每个月至少都来一次。对啊，然后那种特殊节日的时候都来一次，圣诞节、跨年、新年都来一次。你知道这种节日都就太多了，你比对啊，还比起那个，比如说女朋友生日还不值钱。对对啊，对，还有生日，两边都有一次。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老爸老妈的结婚纪念日，你要跟着他去、啊、真的假的、啊、有时候你有这样的、哦、我是没有陪着对方老爸我是说你知道有时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到一些奇怪的文章、嗯、就会吓到，我说这种东西你要陪人家过之类的，哎、欸、有哎、欸，我们家会，对啊，我爸妈结婚纪念日我们会一起去吃东西，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家庭性的、啊、你今天有男朋友了，然后你爸妈结婚纪念日你爸妈要你带男朋友一起去过，就很奇怪，带男朋友一起去过，对啊，你不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这么必要、啊？我不知道啊，所以一般是不会嘛，一般是不会这样劳师动众啦。哦，对啊，哎呦，嗯，干死！我还想说现在观察威力刚跑进来，我们停顿了差不多5秒，太惊讶了。哎，所以大家就这样吧、嗯，大家理想中有没有办法幻想出一个北极看流星？不是过情人节是一定交往热恋期一定会过的东西，对啊，是就你不会想说啊热恋期嘛，你又没谈过恋爱，你哪知道热恋期叫什么东西啊？好屌哦！对啊，等你谈过恋爱之后再来谈热恋期。所以如果我真的交一个男朋友，然后到了情人节，我可以跟他说，那我们可以就不要过，我们在家打游戏打一整天。如果你热恋期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情，你可以这样跟他讨论。那如果他 OK，、哦、当然就 OK 啊。所以不会，男生应该不会坚持要过情人节吧？我个人，通常男生才是那个不想过的，都是为了女方过吧？对啊，女方才会比较有那种想法之类的。哦、啊，你还没交往过的就不用想那么多。是是是是是。等到你真的交往的时候，或许你就会有不想。是真的都没交过、哦。是是是。
我看是。是，不，你要分享一下你的历史吗？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就真的都没有，什么都可以吗？好像我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享啊。比方说，都是被追的那个、啊。那你有玩过游戏里面是，就是有相关剧情的那种？你说恋爱游戏吗？一类的，没有，也不用恋爱，就是你玩过任何一款游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情节？情节。没有，那、啊、我看就算了吧，这个家伙完全没有缘啊！不是你们想得出来有什么游戏是情人节有？手机游戏也可以啊，手机没有啊，很多吧，很多啊，超多啊，很奇怪，为什么要讲到游戏？这跟玩 A B G H 更有什么两样？不是啊，就是你知道，是完全没有任何情愫，包含任何那种少女心的存在，真的是了不起来。没关系，我们可以不用。好，那我们就不管了。你今天别哦，这个存在感还低啊！恭喜恭喜恭喜！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讲。好，不管，那我就不理你了。如果有情人，但是一年只能见一天，跟每天都能见面的情人，但是他变双性人，你选哪一个呢？没有双性。简单来讲，就是大家各位有女朋友了，或者是你有男朋友了，但是变成牛郎织女，一年就见一次面，或者是就是很平常的。有情侣，然后任何时间都可以见面，但是他有鸡鸡，他是变性人，那当然是，当然选有鸡鸡啊啊，大哥啊、不好意思啊，我应该是选一年一次，我应该是选一年一次吧，我应该是选一年一次吧，看你的标准，有点不一样，不是啊，我的，你知道、啊。尺度比较大，讲什么东西啊？太大了，快比我肚子大了，真的是蛮大的。那叶子嘞？所以我的这边应该就是他有胸部是吧？嗯，然后还少了些什么吧？还少了些鸡鸡没了。对，胸部比我还大，那我们还是一年见一次好吗？哇，真是肤浅的女人。嘿、欸，人家比你大就不行？哎、欸，他们就不肤浅吗？不会啊，多一根而已。不行，他们一根差很多、欸，这完全不是这一根的问题而已。你知道，人生上面的少一些东西，并不会差太多，多一些东西就不太好了，好不好？少一条腿跟多一条腿，对，好像哪里怪怪的，嗯，是不是多一颗头跟少一颗头？啊、不是啊，你咧，你会选哪个？我选变性啊。对啊。好啊，不就没差？因为它尺度不一样、啊。因为我任何状况下能接受的事情都很广，可是，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就不算恋人啊，我不如找个炮友。哦，不是一样的，一年打一次炮也是一样。他喜欢一年被干。意思就如果是真爱的话，谁管你有几条腿？啊，对，嗯，讲是这样讲啊，妈的，实际上真的啊，他妈哇，变成以后你老公跟你说我要变性成女的，他跟风火轮一样，还是蛮恐怖啦，接受不了，全身都是脚这样子，风火轮这样转，想想也是蛮可怕。你就找一个男的去睡你床上，想想也是，你就可以吗？你说找一个男的睡我床上吗？不是啊，他是变性啊，又不是男的。啊、你直接找一个男的，跟找一个女的变成男的，他也说变性了，他不一定是，搞不好是男的变女的，哇 ，OK 啊，那这样子也太爽了。他说，他就是说我是 gay， 所以我要让变女的这样子吗？没有，他至少你要变过啊，你又不是直接跑来一个男的，然后说你变过性，哦，这个我一定同你，哦，是，好，可以理解了吧？可以，可以，好不好？那、啊、你呢？你有没有理解？你，恭喜恭喜，应该。嗯，算了，你今天真的是没什么话题可以聊，哇，不会是我们论事用的，没什么意义嘛？看一下，如果今天是什么去死去死 day， 但是说不定聊天室有很适合的情人，请 LZ 叶子公布择偶条件好吗？择偶条件，聊天室的室到底是不是打错啊？肯定是啊，啊对啊，是不是的是不是？我刚刚他妈想说，为什么我每次念麦卡贝的稿子的时候都很怪？因為原来是你们他妈一直放桌子进去，因为平常都没有在校正，叫一下好不好？叫一下吧。是，好，该好了，该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好，简单来讲，就是说今天是你知道，大家没有情人的人都会叫情侣去死嘛，嗯，也是蛮鸡掰的。那先不论这一点，现在如果聊天是有可能会有其实还不错的人，只是你们没有遇到而已的话，嗯，两位要不要公布一下自己所谓的择偶条件？先从LZ开始啊。我对，如果今天有一个女孩子她在聊天室、然后你说不定会跟她有不一样的关系，你会希望她是什么样子？成熟，最好是大姐姐，然后年纪比你大，年纪不一定要比我大，但是心态要成熟，心态要成熟，可是年纪比你大，成熟。今天卖一个6岁的心态真他妈好，可以跟40岁一样，没问题。OK， 好，成熟。天这样算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跟那些恋童癖不一样。不行啊，你跟恋童癖，跟那些恋童癖都 OK。我
上至三十，下至没有，不要讲下至六岁，没有，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就是个恋童癖，我不是恋童癖，不好意思，我不想录了，我们这里有个恋童癖，我不是恋童癖。好，你就讲就讲。然后最好是兴趣相反，他最好是对 ACG 这方面能够有兴趣，或是他有所接触，因为兴趣合会比较重要。嗨，大概就这样吧。生，然后有如果在讲话就是有气质的，嗯，就大概是这样。没有，因为现在这种东西叫做幻想，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表达出你所希望的样子。真的身高体重外表什么都可以。身高体重外表年龄年龄设置你可以不用用这么大 range，你可以就设置一个年龄。嗯。年龄哦，二五、二六、二七之类的，20到30都可以。20到30，这就range太广了，少了。那这太广也不行，冠哲中了。你要20到25，还是25到30？25到30好了。好，那就你知道吧？你就range。25下其实也可以啦。range再小一点之类，可是你还是希望一个比你小的，可是心态成熟一点的类型的意思吗？没有，就算比我大，真的也没关系啊。怎样？我就是不是恋童癖啊！你刚刚说6岁你都可以了，不是啊？你是说他心态如果真的成熟的像是一个20-30岁的人的话，啊，那我觉得可以啊。啊，可是我不懂 L 丽的心态成熟是怎么？对啊，现在你要定义一下何谓心态成熟，就是你如何从你的谈吐中不会耍幼稚，就是他不会很耍皮，就是说一天到晚喜欢。腻在一起啊，可是女生就是这样子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吧。所以你希望有一个虽然很爱你，但是却不会想要跟你腻在一起的女性吗？不要经常嘛，总是。那你希望一个非常爱你，可是并不会想要经常跟你腻在一起的女性吗？对啊，该腻在一起的时候腻在一起比较好。这样算是一种爱情？那你找泡友。对啊，对啊，你这样讲，条件你不找泡友，白痴吗？你跟人家有没有每天见面啊？哦，几乎啊，该腻在一起的时候就腻在一起，不该腻的就滚。所以就是说，你想腻在一起的时候腻在一起，你叫他滚的时候他就要滚。你们太极端了，不是这样子，太极端。我是希望大家，哎，两个在一起要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各自。那这样在一起个屁啊！你不如就找炮友。妈的，你不可能一天到晚24小时都在一起啊！大家就是大家会有一块自己的地方，跟一块就是一起共同的生活，这样子才会相处的久，你懂吗？就是，如果你们一直都在就完全在同一个圈子里面的话，那其实很容易，我觉得很容易，所以你需要就没有新鲜感了。是一个能够啊，这应该跟你前女友关联。不要再讲，不好说。总言之，你就是需要一个大家可以还是彼此有一点自由空间的异性。对对对对对对，你确定你讲的那一种类型不是存在于二次元吗？这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我遇到我再跟大家没有，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幻想，所以讲出来其实没什么关系的。嗯，实际上遇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嘛。好像也是。对啊。好，大概所以那你有那个吗？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要相处下来才会比较容易发现。对对对。那你有办法？你有一些就是第一印象的择偶条件可以讲一下吗？比方说身高、体重、年龄、外表、手脚长度、长得正啊。长得正真的是有够广哎，廖哥也蛮正的啊，你要不要跟廖哥交往？他的正不是那种，不是正方体，正方体上的正哎。所以就跟你讲，长得正很广，长得漂亮有气质，漂亮有妈的，廖哥长得蛮漂亮有气质。让我随便讲一个他妈女星之类的类比是不是？好，那没有没有，你也不用特别讲出一个谁，你就是大概嘛，就是比较有样有型有样的样子嘛，头发长度要长要短。长短都可以、欸，你要不要开一个游戏？刚刚帮他捏一个角度出来，你不比较快啊？我们现在找个这样红的什么黑色什么黑色阴毛，什么、啊？黑色沙漠啦，阴毛阴毛。你来捏一捏，捏出一个灵犀什么样子？不装的样子，哇，你真的好笼统啊！好啦 ，LD 就是这样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没遇到，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外表。你说要长相，或许也是啦。至少给个感觉，长相方向是不是之类的嘛？那有没有哪个艺人女的你觉得是 OK 的？真的就是比较或者实况组，就大家都之类，大家都知道了。你可以不用很喜欢这个人，但是以他的外表来讲，你会喜欢的。像桂纶镁那种风格的，我觉得可以。桂纶镁谁？桂纶镁，桂纶镁，你不知道桂纶镁？我知道啊，就我说有养一头牛那个吗？有牛，对对对，养一头牛，不是不是，一个头发短短的，有头发短短，家里有养一头牛那个吗？嗯嗯嗯嗯，是打开窗户
接牛奶的那个。不好意思，你大概跟我们讲的对。收牛。好了，算了，反正他现在有拍 CT 咖啡的东西啊，就是啊对对 对, 對、啊，他常拍 CT 咖啡的广告、啊，那个就称那一位就叫桂纶镁。好了 ，LG 太笼统，问完了，我看一下叶子会不会比较有形象一点？没有吧，应该也差不多蛮笼统的吧。啊，不然啊，你分享一下嘛，分享一下嘛。反正 LG 它比较具细迷描述的是，我觉得我讲的很清楚了。不是你讲，你描述的主要是内心跟可能长期交往下来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东西。外表我再想想。对，那你们先分享叶子、欸，你也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你希望他怎么样的人。我玩游戏的时候不会打扰我，或者可以跟我一起玩。那不就跟狗一样吗？就跟狗一样吗？是畜生！我打电动的时候，你可以闭嘴吗？之类的也没有吧，就是狗也会烦啊，不是啊，可以跟我一起玩。狗去猫就比较不会，因为狗要玩起来容易，还踩它身上一直撸它就很爽了。嗯，对啊，踩它的肚子的、啊，就是踩它的背啊。对啊，是撸它、啊，然后你打你的，踩它的。可能也不能太幼稚吧。不能太幼稚。嗯。然后呢？然后喜欢。动漫 A C G， 那我看你跟 L D 的交情应该是蛮广的吧？好像还蛮像的，好像你们两位蛮配的。对，我突然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或许可以萌生出同事以外的亲情啊。L D 那么一个 L D 那么成熟，是不是？L D 成熟吗？L D 也没有到这么幼稚啊，你看起来也没有比较，你看起来应该有成熟一点点吧？成功，真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蛮有道理的吧？突然之间，这计划也是蛮奸诈，从上面这样子。不是啊，你们这样讲一讲之后，以条件为主的话，根本就一模一样啊。就是你们在那种什么爱情什么域的爱情地狱，你们配暗配对黑暗出配对成功，就是你们两个。你们要不要两个是各下载一个交友 APP， 然后两个把那择友条件全部设出来？我看你们到时候约见面就会看到彼此啊，马上被连到，而且又那个三公分镜，你知道吗？马上，他就在一个，哎呀，他就在一公尺。在同一层楼，是谁？是在导播室？是不是？可是 LZ 比我小吧？应该是啦 ，LZ 是比你小。我记得 LZ 比我小。啊，他你很符合他的条件啊！他说大小都可以啊。而且他蛮成熟的、啊，还是你的成熟必须要年纪比你大？也没有，年纪不用比我大。所以我看你是不是？没有，我成熟的个方向不太一样啊。对啊，听听他。不然你想要成熟的方向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啊？不是物理上的熟成吧？对啊，不然你说什么叫做方向不一样？来来，你分享一下你的方向，你希望成熟的方向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哦？哎，怎么样的成熟是你喜欢的成熟？对人生还蛮有规划吧。哦，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打我也是有很多规划了，好吗？这样想想，哇，这个条件真是狗血啊！直接就把你踢出了，你对人生应该是没什么规划。我突然那么常常在损我感觉，其实我对人生也是蛮有规划的。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我过得还蛮 free 的，就蛮随便的，就是我蛮活在当下，我现在过得开心就好，我不太会去想之后要怎么办之类的。对啊，但是所以你会希望会希望另外一半是比较有能够带着我往前的那一种吧。哦，对，那我看不可能，这个一直原地踏步，我看是没有往前的可能性。是不是？我也是活在变化之中的男人。哇，我是在推荐他自己。我不是，我是觉得我要把一些形象给端正过来。没有，我觉得收入是一回事。我觉得收入跟他目前现在做不是，你撇开他这年收入百万好了，那他的方向也是不确定啊。我方向很明确、啊。你现在几岁？23了吧？25了啊。那你35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在做什么？去日本画漫画喽。不错啊，还蛮有规划的。对啊，恭喜恭喜，在 Jump 上画漫画了。好，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那你有办法描绘出身高，就是外表吗？外表、哦，外表怎么样会是你有兴趣的？有兴趣，有兴趣。你如果讲很笼统，就会变成 LZ 哦，你只有注意一点。LZ 身高多高？我先把它排除掉。170左右吧。170在放屁，就160左右吧。大概身高在165。170左右吧。
168体重差不多53上下吧，然后平常喜欢大概有30 cm 左右吧，年纪跟我差不多，也是公分吧，也是跟我差不多24-27吧，然后最好头发可以稍微长一点，对 对, 對，然后平常会喜欢穿西装啊，穿一个风衣在外面啊。头先不谈，然后头发也不谈，所有跟数字有关的全部加你就 OK 了。平常打扮可能会绑个马尾，对，最好会穿那种会系皮带的裤子，对对对对，还系个皮带，快点模拟一下，不然真的变 L 字了。对啊，我说啊，就刚刚说跟数字有关的全部加3-5。数字有关加3-5，差不多啊，其实也差不多。哎、加3-5就不是这个。就不一样，就不在我这范围。他167啊，你加3也是170，他说170 OK， 配对成功。175，好啦 L 脸型就不是吼。所以就是 L， 就是 LZ， 然后全部加3-5，嗯，就会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膨胀版的 LZ， 膨胀版比较胖的 LZ， 就是整个的等比例缩放。但是拉个大概三，大概拉一点点，比例加30%。但是我不能接受男生长头发。好、那不好意思，那要剪短了，被剪掉了、啊。不行啊，你又不是要跟他交往，你剪个屁啊！我接下来眼影的。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样算一种真心话大冒险嘛，聊得还蛮好笑的嘛。恭喜恭喜！好，那总而言之，今天4月14日，情人节，无论你是自己跟在家过。好，不好意思，2月14日，他到底过到什么时候？我时间跑得快，我时间线有时候速度就是跑得跟不一样。过清明节去了，真的，那边是不是快过年啦、啊？总而言之，我们今天2月14日情人节，那不管你是自己跟在家，有朋友一起出去，或者是你真的有情人的，恭喜恭喜，嗯，就这样吧。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一个，现在是要先进广告还是干嘛？好，我们有一个巧克力先行游戏，我们要巧克力先行版，做一些巧克力送给有把钱丢给他、这个巧克力是要送给大哥们，好像是要做出来送出去。好屌、啊！那我们要先来玩一下游戏，那游戏呢，就是我们那边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应该看到的这种比例器杂派机，好不好？那我们里面最弱的就是力气比较少或比较小的，要吃一下自制辣巧克力，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来做巧克力送给大家了。嗯哼，好，现在吗？对啊，你们要两两 PK， 选出一个最烂。哦，那就是两个先玩嘛。然后他们帮着看到哪一边到底而已哦。啊，看哪边到底而已。对，你就是知道他大多到底，他就你们可以先按看啊，先按看就好了。是不是差不多这种感觉？然后反正就两个玩，然后玩到最后就是，比方说，廖哥如果输了，然后跟我们这边的人输了，再玩一次，啊、看最后谁输。哦，对啊，反正赢的没事，输了继续，这样子的。可以了吧？怎么让他归零啊？对啊，怎么归零啊？我看不懂。拉一下，对，有了，有了，好来了。他妈在偷桃啊！等一下，哇，你们男性在一起真的是会做这种事情。来，准备，看一下。好，那我们数到3就开始哦。来，1、2、3。哇！完全秒杀。LZ 你不行啊，干秒杀哎。行哎，好快哦。没有，有的时候我比较行，其他比较喜欢用左手。来，其实我是隐性的左手。现在是怎样？这样就结束了，还是要再换下一把？就换你们，那就我跟叶子。怎么归零啊？归零。我这东西归零很困难。哦，有，加油了吧！这我还真没玩过。我在按那么用力哦。好，差不多，你们喊，预备，开始！啊，你跟我弟激战一下吧。不好意思啊，5秒里面可以打30下。你那头发没关系。好，廖哥喊，预备，我倒数3、2、1好了，3、2、1。棒棒棒！对，哎呦，你慢慢拍，我看到叶子按3下的时候你还在，那没有办法、啊，你慢慢拍救不了你啊。
好，事实证明是我们游戏最烂了。好啊，吃巧克力了。哇，我们里面唯一一个男性单身的最烂哎、欸，是不是反而单身其实比较没有力啊？不要再以为单身男性手很有力了。不是，我觉得干会不会是右边男性太多了？会不会是右边真比较好那个、啊？我你们发现干左侧都赢哎、欸。左方全胜、欸，有道理耶、欸，好像也是有点道理耶、欸。那换你跟廖哥那 PK 是吧？对啊，换道馆啊。什么道馆？那你们不用换、啊，不是啊，我。对，确定了吗 ？OK 吗 ？OK， 那我喊了哦。OK， 来准备，三、二、一。真的、啊，左边比较强，白痴，你这机器有问题啊！你们机器、啊、这个机器有问题啊！这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选举有问题啊！好了，不然就没关系，吃就吃，吃就吃。好，好不好？我们有力重磅，聊天室的有没有爱上他？说输就输。感谢我们愿赌服输的 LD， 那我们就来。等一下，你们做了给他吃。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决定好，我们做出来的要给 LD 吃了。好，那我们这一趴要先进广告啊。等一下还我，靠边。好，我们先进广告，等一下回来做一下巧克力。好，拜拜拜。